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我来到 McDonald's， 然后点了两份的那个 Happy Meal。我每次来都是会点 Happy Meal 啦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点了什么。好，这就是我点的东西了。OK， 我点了两份的 Happy Meal。然后价钱也不会贵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总共是14.78元，然后应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有送我两个玩具哦，这个是 husk， 我觉得应该是海狗之类的东西啊。然后有看到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汽车 ，monster car 这样子的汽车。嘿，不速之客。看到这边，然后这里面呢是粥来的 ，chicken porridge。然后点了两个 Milo 啊，给你们看一下 Milo。我每次都没有要水草了，因为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喝嘛，对吗？所以我就没有要水草了，因为我每次都是自己就是，如果就是跟别人来的话，也是通常都是这样子啦，我没有要水草的啦，我觉得这样子喝也是 OK 的。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 chicken porridge， 满满一大碗，超夸张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，它是 sausage McMuffin 来的。所以里面基本上就是，给大家看一下 ，OK， 有鸡肉，有 cheese， 所以这大致上就是我的早餐啊。OK， 开动哦。他有附赠这个胡椒粉的，胡椒粉的那个调味包，然后再加进去。它里面呢就会有像这样子的东西，它有鸡肉，然后有一些青葱，有一些辣椒，然后一些炸的红葱炸，然后我就给它调一调。它粥还蛮多一下的。看我懒惰煮的时候，我就会出来这边吃，而且又靠近我家，所以就更方便了。这边也是可以 drive through 的。太少了，算了，交换一下，先吃包。好吃，可能是因为快餐的关系吧，不过我还是劝大家少吃快餐。坦白讲，每次觉得这样一堆包都不够我吃，因为我嘴巴比较大，所以我咬这个分量会比较多。就这样吧。给大家看一个不速之客。明明。
喵喵好啊，继续开动。有一个不速之客陪我在那边吃。他有点障碍我的脚上面。他在外面了。他们四孔，五孔啊，四孔。这有点烧，不能吃这样快。乱来的东西，太容易被跳过去了。Southgate's social approach of all you. Also, just being that nice. We love our personal. We love your kindness comment because it showed me that you're real. But then sometimes there's a backlash against it. Sometimes you're difficult to get. 还只要跟我讨食物吃。看他脸，给不给嘞？给不给嘞？太少了，还在冒烟。大家叫我脚那么样放在上面。如果要对一只人话的话，我想跟他讲，你跟我撒娇没有用，我不吃撒娇真好。
最后一口。哎，冷的。完成，耶！嗯，我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不定时的会 post 3到4个的 video， 然后喜欢我的 video 的人请点个赞，然后。你们想要我吃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想要我做一样什么样的 video 啊，你们可以在下方那边 comment， 然后记得要 subscribe， 然后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会有更多的新的 video 更新哦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拜拜。